会死吧？你如何破防？这位 Will 观众是吧？看来百姓不识出啊，十成功力，你是瞧不起平民百姓哦。OK， 应该没问题的吧 ？OK， 哦，大概是这一对吧，哎，大概是这一对吧，大概是这一对吧。哎呀，这些观众，你们都把我破梗了。等一下我还没表演，你们都先讲，然后我等一下要表演什么的就没有梗了啦。嘿嘿。有时候观众素质太好也是一种烦恼啊，害我都没有台词可以讲。哎，这是真是的，为什么你们的素质要这么好嘞？啊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？Tell me why？ 可不可以就是稍微比较不知道一点哈、啊，留点给我们好不好？啾啾啾，啾啾啾。好、哦，这一对哈、哦，减伤倍率哈、哦，百分之，我算一下啊、哦，好、哦，75%，就等于是打打一万的话，一万的话会变2500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重点是它的倍率很够啊，你懂吗？试试看火的组合，火的组合我还没想到哎、欸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先播完这一段再说哈。好，看一下这样的倍率攻击如何，还真不赖啊，嗯。好，所以可以省很多时间哈。破防太多了，如果你真的都没有破防，你还可以去带那个十二星宫哈，十二星宫那几只素材哦，那个都可以破500的防哦。哦，其实也不一定是光暗的哈，因为第一回合是光了哈，所以光消掉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边属于要一波带走的现象哈、哦，那百姓不啰嗦哈、哦，直接开哈、哦。我习惯把那个特效全部关掉。再转八颗会不会太多？各位意下如何呢？啊，很紧张，所以意下失了。哎、欸，好，但是还是要告诉我应该要那个嘛。嗯，好，我决定开这个，因为那些火属嘛，所以我不开，我就直接这个。哦，主角，看是否能一波带走呢？当当当当！哇靠，这个威力实在是啊，非常薄弱的一个威力哈、哦，不用紧张哈、
我们还有第二波的攻击哈。哎，百姓现在有点挫挫的，不过不要看百姓挫挫，我们还是要那个不能讲话结巴的状态，就把它干掉哈。好。好，龙科加 Quilaki， Don't worry。好，基本上我已经计划好是属于一个两波的现象。好，由于这一波要一波带走哈，所以不要恋战哦，有什么就转什么，好吧？Hola K， 哦。每一回合都可以喊一次，好吧？每一回合都可以喊一次，直接给他开下去，不要跟他客气了，因为我们要的是时间哦。哦，忘记两秒转出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建议赶快把其中一次干掉，如果这时候这个技术不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尽量把旁边那两只光的先把它处理掉，不然打下去会是哦呀，哎呀，会有点小痛哈。懂不？哦耶！哎，迄啰，咱来看一下哈。我刚没有撞哈，所以现在流了一点点血哈。都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啊，三只同基地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哦，不用怕啊！哦，尽快把它带走就对了哈。尽快哈。激动，激动，激动，激动。开下去，好，有计就开，有计就开。怎么流了一颗水珠啊？好，不用担心，哈，目前都在掌握之中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两康宝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两康宝一样可以过，好，一样可以过。好，请按用主角，非常好，没错，因为对我要看状况了哈，如果危险的话，我还是会开下去的，好，所以这队的稳定度基本上也是不错，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通关的问题。耶咻，更新，好，表演一下更新的状态哈。因为这队不是大胜哦，所以他的减伤的部分是没有那么 OP 的哦，所以不要太靠谁哈，盲修克谁哈，就好，下一端哈，大于等于八空伯顿改，基本上属性相克一波带走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，可是。基于这个攻击力太强原则，我们尝试开这个东海龙王加主角就好。刚发生什么事哦？对啊，就是开主角手转六康吧。不好意思哈，但这队不能像大圣那样玩哦，减伤威力比较不一样。我们可以算一下，三八六九哈，三八六九乘以0.25乘上八连击，好，所以只要7000滴以上的血量就是可以活下来的。为了印证我们讲的是否是正确的哈。八呢？是八呢？你在冲啊？好，等一下再试好了。
节目效果，哎，对，没错，节目效果，哎，这个有常来玩、常来逛的观众就知道哦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哎，我绝对不会承认是我刚失误哦。啊，这个不是大圣可以飞而已，我们包括这个双这个双羽也是可以飞哈、哦。问题是我的新珠会不会卡得太远了、啊？哦、目前是属于一个危险的状态、哦、危险的状态，我们就是把combo数尽量拉上去、哦、看一下 OK 水妹开下去、哦、它是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？时间暂停、哦、时间暂停就不特别解释了、哦，还没有那么多 combo 哈、哦，这也是个人的一个转珠的问题哦。都已经时间暂停了，你还转那个几 combo 啊？东海龙王 Quiloki 哦，时间暂停哈、哦。哎，嗨。哎呀，哎、欸，我的时间刚才没想要该暂停了。好、哦，那应该是小可有暂停了。哎、欸，没到。哎，开到安尼，佫无法度。
好、哦、漂亮。哦，这队其实已经比大圣快很多了。哦，所以看你手头有哪一个队伍吧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最辛苦的关卡过了，啊，固定扣血70%哟，嗯，送他个舒服吧，先开个，我觉得可以再开个双鱼哈，好，再加水煮，来吧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威力是很强的，所以有些时候力道自己要拿捏，不能过头。哦，自己这一关哦，刚刚已经很多人帮我破梗了，不，帮我解说了哈。好、哦，第一回合，哦，留一点水珠没关系，留一点新珠没关系。哦，第一回合六只都打下去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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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舒服一下没关系，这是我们压血的一个打法，随便给它开下去哦。记得哦，你都要削到哦，不然可能会哭哭哦。都要削到攻击珠哦。哦，这个我们时间暂停，所以可以玩比较久一点。嘎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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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哦，不论怎么转都没关系，记得你一定要削到攻击珠哦，每一回合哦。OK，OK、OK? OK?。嘎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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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血量只要抓好，水妹就可以在这关称霸了。记得做个强化珠，下一关可以用到。嘎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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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残血没关系，最后一波就把它送走吧。OK， 看起来看白净打还蛮轻松的吧，应该是吧。哦，我就是要希望能够我们各位观众打得轻松，轻松拿卡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称之我为 MH 吃石破坏者，好不好？就是不让他有机会可以让各位吃石头哦。水枪火木哦，水枪火木。嘎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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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哦，这只能够速战速决也是最好了。我各位跟各位建议是这样，我们这次转下去转八颗哈，基本上2、4、6哈，所以新珠全部转掉没问题，好，没问题。火木嘛哈，哦，水枪火木哈。好，因为我们双双鱼它的特性哦，这一队的双双鱼是集满可以做强化哈。好，有技你要开可以开，水强活木 OK， 水强活木，所以我们开一下猪脚。好，一样我做一个强化猪，再做火符石。好，顺便补点小血哈。哦，我的强化珠吼、哦，掉你顶管哦，拍死！你脑诶，我的强化珠掉你顶管。水强活木吼、哦，我们这个新珠吼、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颗吼、哦，开下去。好、哦，了解哈、哦。所以这一队来打，并没有说非常难哦，没有非常难。哦，做一个小小的叠珠了哈，差一点点，差 一定要差那一点点嘛。OK， 算了，差一点点就算了哈，我们就不要跟他计较哈，赶快把你血补满比较实在，因为我没有火珠嘛哈。
哦，这对有个好处哈、哦，我们的防御力哦不会因为血量递减，哦不会因为血量变少而递减。哦，水枪活木哦，很少的几颗啦，不过也是攻击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基本上到下一关就更轻松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 CD 二，好吧 ？CD 二，那像现在满血，随便开，哦，随便开，随便打。哦，基本上到这边就是，哦，各位不要急着去睡觉哈、哦，不要急着去睡觉哈、哦。我知道你们知道我会通关的，但是不要那么快嘛。嗯，哎、欸，我的讯息没关了，好，算了。好、哦，那个10%不要去撞它哈、哦。这次地狱最难是巴西改是不是？哦，不会啦，就是用我这两队，基本上问题都不大啦。哦，百姓都可以通关的，你们没有问题啦。哦，到这边就是整个就是属于一个悠哉悠哉的现象，绝对不会有再有纸张被蹂躏的一个现象。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开下去，开下去。哦，这一波我不打算，这波我先开主角哈。我就是跃上云端，有没有看到那个火柱也跟着跃上云端哦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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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！哦，再来开一波，我开一下哈。喂，龙哥，心脏这么大，没错，我心脏就是这么大。小吧你，心脏有够大，多大呢？差一点点的大，不用担心。基本上时间暂停，咱来爱看一下，看好那个枪鬼，我想看卖哦，这个角度，安尼好啊。K， 哦，哦，太轻松，哦，没有那种节目效果，这没办法，因为后面真的是比较好打，好不好？三成就吗？一定要的。一定要的，好吧？基本上这两队你再打不过我也没办法了、哦。